我来锁门了，你先站住，你先站住。要不要带伞？不用不用，你赶上了，赶上了，在这里而已嘛哈。跟你讲那个叫，我们住的住山，叫彭龙山。哦，啊，你们住的就是这对，学长，南平路也在附近吗？啊，那我没有穿衣服，不会骑摩托车七八分钟到。这样。好哎，我原来想说，如果我开车，我就从中丰路那边下来。哦，中丰路那边。一边来坐。好的，我头先想讲，今仔日可能升格，去坐来讲。哈哈哈！哈，没那么快。过了。因为他初级、中级、初级、中级都学过了，我本来跟他一样去学武术，我想说趁他在，他就去学武术嘛。结果呢，掉了课以后呢，就学什么武术？我家一定有功夫。哎，我就说，哎，这个是不是好学啊？是不是那个？对对对，他就说问问看。所以他来问我，对，有事吗？然后呢，你超会吃水果，那个香蕉一季过一天就不烂，超会吃水果。那里人不是一五四八嘛，连你嘛，连你一五四八，还有那个，还有我们那个秋英啊，小黄，那我们还听过什么一三二八，一五四二，一五四二，一五四八，一三二八。我跟你讲，一三一一那一年呢，就是正好那个宗教系五楼住过两次哦。啊，我们那个霓虹珠啊，真的。那结婚是应该是最近。对，霓虹珠我，哎，我前年。啊，对对，跟戴眼好像五个小朋友一样。全量生五个。不是我一年了。我今年天天吃这个。我也不吃辣。吃辣，你吃辣的。做这个是我回村子里面去买的。哇。我去烟台也跑去吃米线，可是很不道地。嗯，我们快吃了酒。完了，不巧你可以去南湖上去做。对呀，就温温的。地的云南的那个豆焖饭，还有那个香肠腊肉，就是云南菜啦，还有那个酸木瓜。好讨厌哦！你还要回去吗？我也要回去上去。我要回去上。你们都要回去啊？我也是，我要回去上社大了。学生可以翘课，学生可以翘课，老师不能翘。今天是学生的优秀，谢谢，优秀，优秀，哎，老板，哎，那个有快乐，海摩，阿里海摩，海工，东旭旭，那杯更好喝了，真的，加了加了，好的，好的，这个是不辣的，他新娘子的新娘子，新娘子，要来呀，哎，这个不辣的，这个有辛辣吗？不辣，不辣，不辣，说那个这个辣，它不辣，哎，那个不辣，这个不辣，那个不辣，小碗这个辣。烟台很多都我自己去，他去大连跟女生合作。
生啊，我想到第一个想到红水，红水加水加多一多一多一瓶啊，九二一的时候多一多一瓶，再就不要多一瓶。结果陈立强给我一张帖子，那天刚好是九二八，他叫我去参加协，因为那时候礼拜一刚好是校长，那个卢东亮他主持周召会要那个庆典，我就是刚专门负责周召会的承办人，那我就不敢去参加，因为我们的校长很凶啊，骂得很凶。结果我就跟我有个学生叫谭天宏，跟黄淑珍很好，就是因为黄淑珍他们俩认识，我们后来穿到这一段串起来。结果我就跟他学生讲，我说因为陈立强是他的辅导长，中正艺校的辅导，我说他结婚我不能去参加，你帮我带你进去。结果没想到学生啊一放假就跑第一啊，他就跑掉了。那时候还没有说现在那种什么宅急配啊、快速的那种。还没有这种，那没办法了，我没有人帮我送礼啊，已经当天来不及了，我又坐了火车到台北参加他的喜宴。在喜宴的时候，我就刚好分到那一桌呢，是刘凤满，他的三年级的学妹叫什么？然后，还有一个香港的小学妹是一年级的，乔三嘛。这有知识吗？刚好就在那一桌呢，就是四三二一。结果，其实我那天。死不知味了，因为我一直急着想要赶回去，因为我怕第二天的公司影响到我。真的没有看到，我真的没有看到。你要听到我讲后面那段，你才知道是什么。结果我回去了以后，我那时候是九二八嘛，对，差不多十月几号的时候，我那学生天天晚上站卫生，我刚好起来巡房的时候，他看到我，他讲报告长，那你。后面有惭愧啊，我说为什么，他说你看你同学都结婚了，你还讲我同学陈立强是美术馆的学生，你同学都结婚了，你到现在还没结婚呢，因为我的学生很调皮啊，我说关你屁事啊，就这样讲一些。所以他讲说哎，那我问一下，那天跟你做好几个女孩子，我说对啊，我说都好小，我说事实上因为刘马就小我好几岁了，我说都好小啊，他说你没看哪一比较不错的，我说我说看起来比较稳重不错的那个年纪最高的那个，因为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没有他四年级啊，那是叫他年纪最高，我说这年纪最高的四年级的，我就想讲了这一句话而已，那个学生呢，他其实偷偷的就是找他偷偷写了封信给黄淑珍，因为黄淑珍跟他很好，他就讲说我们的房子对你们那四年级的印象很好，想跟他做朋友，没有告诉我，自己偷偷这样写过去呢。结果讲完以后，黄淑珍去找他，他那天刚好在跳英语，就去问他，他说你有没有跟金人交往过？从来没有。你想想跟做金人的朋友，那在他来讲呢，我是不知道他是怎么讲的，他是后来跟我讲。钟老师给我下台阶也说不定了，他说不要紧啊，反正做朋友嘛，对不对啊？多交一个朋友。结果他就黄淑珍就把他的那时候是一二四二吧，对吧？那个寝室一五四二，哎，四年级不可能，四年级不可能做那么高了，一年级最高嘛，越住越低。我记得还有换过一次宿舍呀。结果就把他名字宿舍就拿了一个纸条子给我，就给我了以后啊，因为我一直认为那学生在恶作剧，他很调皮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就说你不要胡说八道，我就把那个纸条丢到我抽屉里面去。结果十二月份反那个陆军官校我实习毕业学生，我就被派代表支援他们去参加，带他们来参加反攻复国教育，就是毕业典礼，那边是总统主持嘛。那我的学生一听就说我要到台北来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去找他，他认为是这样的。结果我在跟志言了一个多月以后，我回去，我学生跑找我，陈大校，你见到他没有？我见到谁啊？他说我不是给了你个电话，给了你个名字跟住址，你没去找他。我说你是讲真的还是假的？我讲真的，人家都愿意跟你交朋友了，你还没去找人家？我那时候在想，哇，那就很尴尬了，是不是？我就把这抽屉抽屉找出来那个纸条了，我就把那学生又叫来，我也很慎重的，我说你到底跟我开玩笑还是真的？他说我跟你讲真的，我发誓，我如果骗你怎么样怎么样？我在想，不行，
不得了，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，然后不好意思，我说我当时一直以为学生恶作剧一样，我不知道是这回事，我说变成这个时间上的这个时差医生，变成好像我很不礼貌一样，我写了一封信给他。当老师就是老师，因为我们干劲的人比较粗犷，我大概有写了三个简体字，然后我三个简体字很不礼貌，哈哈哈哈哈，老师。又不知道画了三种字，错字三种字，根本就错字，要不然三遍，我要写三遍。他就说我这三个字是错的，就像一来一往一来往，我就不记下来。我第一次就给人家订正错字。不等他到台北的时候，大概已经有时候八九点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们宵禁的时间也快到了。要每次来南充跟他见面快两个小时，我又回家了，第二天再来一下。那半年可能是每个礼拜六、礼拜天我都这样台北、高雄这样。台北高雄啊？对啊。我们都有看到你们啊，在陆军官校当参谋。台北高雄真的好远，而且那时候好感动，那时候交通又没有那么方便，没有帮你爬墙。这个还没什么，还有一件事情更好笑。我第一次跟他见面是元旦的时候，那时候高速公路刚开那个，高速公路上只要有一个车祸干什么，他们在处理上不像现在处理那么快。一塞两个小时，我算中立到台北，我算了两个小时来抓。结果我到他那边迟到40分钟，第一次跟他约会，他有没有生气？我非常的注重时间的人，对我第一次约会迟到，注定了这一辈子。他是慢男中啊，常常迟到的，但是我不能讲他，我一讲他讲，这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第一次跟他约会，他迟到40分钟，讲得我哑口无言。这个还没什么。他毕业了以后，分到那个宜湖国立，那里国的哦，宜湖海边嘛。海边，我常常云林海边，我常常假日放三天假到嘉义去等他，到我营长家里面住一晚。但是你爸不是都把你管的死死？对，所以有时候我去了三天，他都没有出来，我又收假又回去了。哦，常常这样子，他爸不让他出来。那不好，其实你是跟他约会，那你先跟我讲，就说你爸爸妈妈，你爸妈还打电话我家去。我记得这么一回事，所以你也是有功劳的。真的，已经忘记了，没有人帮忙。哎，我不知道，那是我爸也不一样。对啊，有帮腔，有帮腔。各位，三军总院，这个都是属于这种大单位。三军很好。你也会遇。前一直认为有点流露，没想到是会改变，怎么坚持？我岳父哥觉得很奇怪，说我这个女婿。对，真的。明明是个军人，我很少看他穿军服，这地方我都在便衣的，穿便衣的单位啊。三军总院半军半民嘛。我在广播反情报总队的时候，那是便衣单位，西装都是发的。然后在中科院也是半军半民的单位，他觉得很奇怪，他又不是科技人员，他怎么在中科院？他也不是医生，为什么会在三军总院？因为他干行政主管嘛。所以他觉得很奇怪啊，也许我是。我那几个姐夫，我那几个年轻，就更奇怪，很好奇。我那个四姐夫就是叫西苑高中的那个校长，他跟我很聊得来。西苑高中，我以前去参观过吧，真的吗？变形啊！你们说我们不明白啊？怎么记忆这么好啊？然后因为那个导游一直那个司机想要解释，我说西苑高中，笑死了，西苑。那个月亮，对，好了，你应该记得吧？我们两个是假班的，我们毕业旅行不同吗？不一样，我们十天参观13个学校。可是为什么我们会一起到大人姐家呢？你们有去吗？那时候你们两个同班呢，对啊，那你们有没有去？没有，30年前不是去他家吃午餐，对啊，才喝绍兴酒啊。那是你们啊，不是我们。然后毕业旅行后就是。他家那个餐吃的最好，对，真的，这是好好吃哦。我们是每一餐都吃的很好，因为我们都学长请客。对，真的，真的。哎，我觉得说他家那个餐吃的好好，然后其他人都吃的不好。
你看你们第一站毕业旅行在不是不知道第几站，在那个澄清湖就是。我有去啊，我开吉普车去，中途被拦下来，去会面。我中途被拦下来，它里面有关卡嘛，结果他说不可以进去。我说我是陆军外交社团承办的，我真的是社团承办的，只是跟这个会客这段无关了。我后来去找师范大学的这个固定系的学生，他们结果进去吗？协调活动的事情，因为我开吉普车啊，他让我进去的。Thank you.
大米大概带不下去了，十几分钟就到了啦。走喽，走啦。谢谢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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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感谢感谢，讲重要的，来来来，手术一下我们两个。哦，感谢感谢，讲重要的，来来来，手术一下我们两个。